大家好，我是刘黎啊。那么暗黑四的压力测试已经过去两天了，我们在这次压力测试期间呢，会发现一个游戏选择不同语言会导致画面和谐的问题。其中最明显的就是，如果你语言选择简中的话，那么击杀怪物之后尸体消失的会特别快。那么下面就来看一下具体的演示效果。可以看到我们用英文原版杀怪之后呢，地面的血迹和尸体总有一些会保留下来。而简中版本里怪物的尸体消失的特别快，就好像是有清洁工在24小时整理地板一样。我个人推测呢，是游戏制作的时候吧，网易和暴雪还没有分手，所以暴雪有同步制作和谐的版本，现在就和简中的语音一起更新了。总之呢，如果你想要原汁原味的游戏体验的话呢，正式服开启之后最好先开两种语言对比一下。